肥胖呢，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说体重增加，也不仅仅是脂肪增加，而且它和其他的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就是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。所以凡有肥胖的地方就会有脂肪肝，就会有高脂血症，就会有肥胖，就会有糖尿病，然后就会有心肌梗死、脑卒中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并发症。而且肥胖人的寿命跟这个非肥胖的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。肥胖除了造成身体上的损害，还会造成精神上的损害。肥胖的人呢，他就是觉得这个那个就是不高兴，就是幸福感也有降低，因为在太肥胖的话，在社会上可能也受到一定的歧视。